发量多，发质好，这些东西少不了。年轻人认识他的不多，这是我奶奶那一辈人头发乌黑浓密的秘密。他就是侧白叶，只是现在的人嫌麻烦，已经不爱用了，所以真正拥有一头好头发的人也不多。来吧，看我们怎么把侧白叶做成简单又好用的东西。我们用侧白叶、何首乌、无患子、桑叶、苦丁茶、女贞子，这几种都是对头发极好的天然植物草本，对于减少掉发、控油去屑、让头发越养越多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搭配滋养发根的山茶油、滋润发丝的蓖麻油、清洁头皮的椰子油，在古法冷凝的工艺下，加上这些天然淳朴的成分，做成了这个简单好用的洗发皂。坚持用天然简单的清洁方式，让头皮恢复本身的健康，头发自然柔顺浓密，头油头屑头痒掉发严重的你一定要试试。